上的观众，我们对你们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。Thank you.
回忆甚至光彩的历史，这样讲可以的吗？可以的吗？
Thank you.
小人们掌声鼓励。套索里面的套索工具呢，有没有常常在我们的
的电影及卡通上面都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每一位扭转呢，必备的就是皮鞭及靠手喽。接下来 Emily 这边所要为大家示范的呢，是高位甩鞭及低位甩鞭。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呢，是高位甩鞭。接下来是低位甩鞭。
掌声了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Woo!
当你的身体重心越往前的时候，会越有力，马儿奔驰哦。
支持我们的马术运动。好，我们就会说到现在开始，不仅要看到你们双手，还要听到你们声音。来，预备，这边的朋友，你们的声音在哪里？接下来出发的呢，是我们的骑马王子阿苏瑞。感谢你们今天的莅临，感谢你们有你们真。